下午的5:18，记者现在在大龙洞的保安宫跟保生大帝参拜祈福，奉保生大帝之命啊，决定今天公开一次，让大家啊能够啊参考啊，如果有中了，你可以花一个月的会员会费啊。我们报牌方式就按照现在的报牌方式，听清楚，我们第一组二中一，二中一。我们今天二中一是用0231，0231，啊，你可以选择坐前车，或者是呢，用个31碰个尾数就八尾，啊，0818283838，31碰八尾，31碰八尾碰0818283838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用六字牌的彩珠号码，六字牌彩珠就是。0208第一柱，0208第一柱，第二柱1016，第二柱1016，第三柱啊，我们用3133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539的三组牌的号码。再重复一遍，0231二中一第一组，啊，31碰八尾，第二组。第三组是踩住的，就是0208第一条，1016第二条，3133第三条。我们今天公开一天，有中您赶快参加我们的会员，我们限定10名，哦，明天后天10名满我们就不再收了，以后就是要后谢20%的佣金我们才给你看的啊。今天是我们庆生会啊，我2月份的生日寿星，所以今天是啊，在保安宫在保生大帝前，我们来参拜来祈福，然后他我们来命令我们哦，说保一些好运给大家，好，我们就决定今天免费赠送一期啊。你不要以为你很会算，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我自己很会算，我们是常常中奖的了啊，是你是苦哈哈，我并没有苦哈哈，我一个会员都没有，我还是过得愉快的很呢。啊，我报给你好运，希望你啊捐点小钱啊。OK， 服务电话0915008814，0915008814，环球邮报燕记者洽，谢谢，感恩。